来吧，兄弟们啊！要说抓鲍鱼，你老弟绝对是专业的啊！小的时候，家里人带我带着这个楼盘来到海边啊，一楼全都是鲍鱼啊！这是咱昨天晚上直播抓了四个小鲍鱼啊！嘿嘿，段子而已，不喜勿喷。喜欢赶海的朋友啊，别忘了给你老弟啊点上一个小红心啊，加上关注，看我十点左右带你抓鲍鱼喽！感谢。麻心，麻心，属实的麻心。这个退潮的沙滩上啊，密密麻麻全是沙马蟹。我也不用醋，我也不用饮料，我也不用82年的拉菲，我也不用96年的茅台了，这不用过了就可以，全是沙马蟹，一脚下去可以踩死好多。老铁们，拍摄不易，留下双击加关。进来了，帅哥美女，如果您是的话，请一人给我一个双击，给这猫眼罗一个双击吧，只有冲着漂亮进，对不对？看她确实挺漂亮的，恨不得一口吃掉她。吧，兄弟们，今天来到海边，发现这么一个东西啊，我的妈嘞，这条章鱼属实也不小啊，一条腿都够我喝两瓶了啊！嘿嘿嘿，如果我能成功把它拽出来的话，大老铁能不能给我点上个双击呢？天天跟你们要双击，你们也烦了，给个关注吧，看我下午赶海直播喽！兄弟姐妹们，来到海边，拿上你的平底锅，就这么一扒拉哈，这是这两天退大潮啊，象拔蚌都出来了哈。为了拍到这一幕，我回家已经凌晨4点多了。大家老铁，如果你的手机还有电，请给小雷点一个小红心，加以关注，看我马上赶海直播。